主料高粉300克，辅料蜂蜜60克，盐3克，发酵粉5克，牛奶150克，黄油13克，蛋液30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除黄油外，将全部材料放入面包机中，选择揉面程序，15分钟后加入黄油，揉出筋膜后进行基础发酵。当面包发至三倍大时，手按压不回缩时，分成三份揉圆，让面团松弛15分钟，把一个面团压扁，擀成椭圆形，卷起再擀长，卷起依次做完三个，排入吐司盒中进行最后发酵。当发至三倍大，手按压不回缩时，表面刷蛋液，烤箱预热10分钟180度，下层上下管30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烤箱时间是烤箱情况而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